2022年1月8日，在一贯道白杨圣庙广场举办第十届大手牵小手爱心共携手寒冬送暖关怀餐会，由一贯道总会、一贯道台湾省分会、一贯道各县市分会知会协会、发一崇德慈善事业基金会、崇仁文化教育基金会、金陵山宗教园区联合暨相关基金会及台中市政府指导，我们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暖，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诚意邀请各位乡亲父老回来团聚。咱共一家伙无参与一贯道的欢迎来参与，多认识一贯道啊，不是一贯道嘛，足欢迎咱同齐来为这个社会打拼，好，因为咱的合作，明天台湾够靠好，大家平安健康，新的年虎虎生风，每个人都能够怎么样心想事成。岁末寒冬，年关将近，关怀社会弱势团体、单亲家庭、独居老人，一同参加参会，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温暖。社会服务让生命的地平线变得更开阔，让有限的资源延伸无限的价值。散播欢乐，散播爱，携手同行，迎向更美好的未来。